刚刚有人问我一个，就是在我昨天的讲义上面提到有关于基督的预表，那以利亚跟约拿，那他们一个预表基督下到阴间三天，另外一个预表基督复活升天，那这个我们比较没有问题。可是讲到以利沙的时候呢，讲到基督他受死埋葬这个，那我就没有很清楚的讲。那这是我们讲到以利沙，他死了以后被埋葬在坟墓里边，那结果后来呢，有人把这个尸骨啊倒在那个以利沙的坟墓那边，反而就从死里边复活。那这个呢，好像是预表基督。那在基督死的时候呢，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就裂成两半。那也有人就是发现到，在那个时候有一些死了的圣徒就从坟墓里面出来，所以这个或许可以把两个地方可以连起来看啊，特别是讲到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面的事情。我先这样回答了哈，我因为是最后一节课呢，我必须先把我们那个讲义上面的讲完，然后我们还有讨论，如果再有些时间，我们再让大家可以问问题，这样可以吗？好，请各位看那个归回之名啊，这一章讲义。犹大国三次被掳到外邦，他们归回呢也是分成三次。第一次归回是在主前538年，这次的领袖就是所罗巴伯还有耶稣亚。刚有人问我，还有一个色巴萨是不是就是这个所罗巴伯，那我自己比较保留啊，说可能我们先暂时看他们是两个人比较好，等到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说这是同一个人，那我们再把他们连在一起，那至少他们的名字不一样。所罗巴伯的名字呢，意思就是在所罗巴伯所出啊，在这个巴比伦所出生的啊，有点像我们啊中国人呢，在这个战乱的时候呢，人常常在不同的地方迁徙，那有一些人在重庆那边生的就称作余生，有些人在广州那边生的就称作岁生，那在我这个年纪的人呢，有蛮多人被叫做台生啊，那个所以就所罗巴伯呢，他是他的这个父母亲在巴比伦生他的呢，就称他叫做巴生，这个所罗巴伯就是巴生的意思，在巴比伦生的啊。对，那你们中间还有谁在不同的地方生的，那就可能有这样的名字。那个时候回来的人大概是50000人啊，所以各位可以计算一下啊，主要的包括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祭司、利未人，还有一些殿役、所罗门的仆人子孙。所以殿役的话呢，可能中间有一些就是包括那个基遍人的后代。这一次回来的人都是那些最敬虔爱上帝在宗教上面热心的人。那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外邦去，是因为军事上面的失利，政治上面的失败，因为政治的理由被掳到外邦啊，在上帝眼光看呢，当然是因为他们在宗教上面啊违反了十诫的第一诫、第二诫的缘故，但就人的层面看的话，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被掳到外邦去，但等到真正回来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宗教的团体，只有这些最敬虔爱神的人才回来。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去，我们说起码也有100万人以上，但真正回来的呢，这个第一批只有50000人，因为已经都经过了70年了，都已经在当地安居落户、落地生根，不太容易回到他们那个原来的家园耶路撒冷，所以除非是为了宗教上面的理由，当然很少人愿意回来。所以这些人也可以说，在某一方面讲，他们像是宣教士一样，因为要完全离开他们自己已经习惯的地方，很舒适的环境，要来到一个残破的家园，
重新来建立。这一次最主要的任务是要重建圣殿，请各位看以斯拉记第一章。先看以斯拉记前面这个历代之下最后一章22节跟23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指明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我们单单看这个文字呢，以为这个古列也是信奉耶和华的，其实不是这样。古列呢，是凡是他所知道的神他都拜，凡是他能够到了庙他都会进去烧香都会拜的人，所以他的信仰并不是，照那个圣经字面上面让我们所看到这么虔诚。那像那个古列他攻入到巴比伦的时候，他就向众人宣告说，我就是巴比伦的神马尔杜克所特别差遣来拯救巴比伦人的。那他也到那个马尔杜克的庙里面去拜他，所以但是他的政策呢就跟以前的巴比伦还有亚述不一样。亚述跟巴比伦都是凡是攻陷哪一个地方，就把当地的这些百姓，特别他们中间的精英分子，就迁徙掳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但是波斯帝国呢，就是古列开始呢，就允许这些人可以回到自己的地方，他们可以回去重建他们的庙宇，他们如果能够找回到他们所拜的这个神像，也可以通通都带回去。那当然只有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是没有任何神像，他们只有把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些器皿带回去，这是这个古列，圣经里面说是上帝特别高立他，要他来完成这样子一个工作所以这一次他们就回去重建圣殿。这个时期最主要的先知有哈该跟撒加利亚，不过他们是要等到再过差不多16年以后才出来传讲信息。这次建殿的工程，请各位看到以斯拉记第三章第一节，这边讲到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然后第三节，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那这个是在圣殿的根基上面，原来立这个祭坛的地方在那边献祭，所以回去要建造圣殿，但第一个工作呢是先筑坛献祭，先恢复这个筑坛献祭敬拜呢，然后再来立这个圣殿的根基。以斯拉记第八章，第三章的第八节，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2年2月，这个已经是跟前面第一节呢差了有半年了。那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那这样子呢，他们就开始来重建这个圣殿。这一次重建的时候，当根基已经立定，在第12节那边呢就讲到，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那这一次可能他们中间有些人是悲喜交集，特别是那些已经见过圣殿的人，
可能他们觉得说这个店虽然是被毁了，现在又重新的建造，非常感谢神，他们还可以亲眼看到。但另外有一些人呢，可能是非常的感伤，因为现在这个建的殿终究它的规模比不上所罗门所建的那个圣殿的华美。后来因为有敌人阻挡的缘故，圣殿的工程就停下来，一停就停了16年。那到了第五章第一节讲到，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他们劝勉了之后呢，然后以色列人才又再被激励重建圣殿。那这一次呢，4年之内这个圣殿就完工。各位看到第5章15节，哦，第6章15节，对不起，第6章15节，大力乌王第6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这已经是到了主前516年啊，他们从主前520年开始恢复建殿啊，到516年的时候就建殿完成。然后他们就守逾越节啊，行奉献圣殿的礼仪。那第6章16节讲到，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的行奉献神殿的礼。第19节，正月14日被掳归回的人守逾越节。那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最后一次讲到守逾越节。圣经里面一共有几次地方讲到这个重要的守逾越节，第一个是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一次，不能算是正式的守逾越节。那第二次呢，就是在民数记第9章，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第2年的正月，他们守逾越节。第3次就是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在约书亚记第5章那边讲到，他们在吉甲那个地方守逾越节。那第4次提到的话，就已经是西西家王的时候，啊，有一个盛大的守逾越节。第5次呢，是约西亚王领导百姓复兴的时候，也带领百姓守逾越节。第6次就是被掳归回啊，重建圣殿啊，在这个地方所记载。那建殿完成以后守逾越节。第7次在圣经里面提到，就是耶稣跟他的门徒守逾越节，那也给这个逾越节一个新的意义。逾越节只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那到耶稣基督呢，逾越节的羔羊，这个预言啊，就应验在他身上。以色列人第二次归回是在主前457年，由文士以斯拉作为领袖。啊，这一次带领归回的人比较少，啊，大概约2000个人的样子。详细的数目我们不是非常的清楚，也不是非常多，主要是那些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还有一些尼提宁人，哎，可能就是在耶路撒冷城圣殿里面来侍奉的人。这一次最主要的任务是要重建圣名，建立百姓对于敬拜的生活。所以要建立敬拜，使百姓喜欢亲近神，也要讲明上帝的道，使百姓来遵从神的律法。还有就是戒除异族通婚，使百姓过圣洁的生活。不过单单靠文士以斯拉呢，这些工作没有办法完成，要等到尼西米在主前444年归回以后，跟以斯拉一起来合作才能够完成。所以我们看到第3次归回，这次是尼西米做首领，有多少人我们就不是很清楚了。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重建城墙，城墙代表保护，代表分别，也代表上帝的荣美。
你今天到耶路撒冷城去啊，就看到耶路撒冷城，它整个城墙都是用这个石头建造。在黄昏的时候，太阳照在这个城上面，整个耶路撒冷城就是一片金黄，所以耶路撒冷城又被称作黄金之城，那是非常非常荣美的地方。那这个城墙当然也是代表保护，因为保护里面的人可以不受到外面仇敌的侵扰，也保护里面的人，他们在圣殿里面敬拜的时候可以安心的敬拜，不受到任何人的打扰。因为以前那个城墙还残破的时候，每当他们要收城，敌人就会来抢他们的这些收获；每当他们要敬拜上帝的时候，在圣殿前面聚集，敌人就会来闹场，那他们就不能够专心的敬拜上帝。所以尼希米必须要回来，就是重建这个城墙。重建城墙，尼希米也另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里面的生活跟外面的这些生活做了一个分别。那像特别是守安息日的事情，安息日到了就把城门关闭，让里面的人可以专心的守安息日，不要说一面守安息日，一面就在那边盘算着明天要做什么生意，要买什么食物，那是真正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这是尼希米他最主要的任务。那归回的因素主要包括至少四个方面。第一是先知的预言，这个我们刚刚提过，先知耶利米曾经做过这样子的预言。各位看耶利米书第29章，耶利米书29章第十节，我的圣经在920页，耶利米书29章第十节，翻到我们一起来念，请。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所以上帝定的那年日就是70年为满。那其实我们在这边也看到，这个巴比伦好像就是上帝特别兴起来的一个工具，单单为了让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去。我们在印象里面啊，巴比伦是一个很伟大的帝国，但是呢，其实它的时间非常短，有点像这个中国历史上面的元朝，武功强盛，版图广大，但是呢，时间很短。元朝大概就是90年，巴比伦呢，前后就是70年。从这个尼布甲尼撒开始，然后等到70年满了，巴比伦就灭亡了，由这个马代波斯来取代。好像这70年就单单为了让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去。那再看以赛亚书44章，以赛亚书44章28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经。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那第45章的第一节讲到，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这个地方有些人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那边说古列竟然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吗？难道他就是这个弥赛亚？其实不是这样讲，圣经里面讲到说受膏者，就是说有耶和华的膏油在他身上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有托付在他身上，有使命要他来完成。
所以从这个观点讲的话，古列也是一个受膏者，但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下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要重建圣殿。那以色列人的传统讲到，当这个古列来到巴比伦的时候，先知但以理就把以赛亚书上面这一段话就拿给古列看，古列看到了非常的惊讶，因为竟然至少150年以前以赛亚书上面就指名道姓的提到古列，说他要下令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古列非常的感动，就下命令让以色列人可以回去。那圣经里面提名道姓预言一个人的这个地方是一次，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上第13章那个不知名的神人讲到说，以后要有一个人叫做约西亚，他要来拆毁这个坛，他要把那个神的骨头丢在这个上面。那那个是差不多300年之后就真正的应验。那第二个归回的因素是人的祷告，这个我们在以前曾经提过，但以理在主的面前看到了耶利米书上的话，他就在主的面前祷告，求神让他的应许真正能够成就在以色列人的当中。那另外各位看列王记上第八章，那我们也可以稍微看出来，列王记上第八章，这是所罗门在神面前献殿的祷告。列王记上第八章，我们看第46节开始。你的民若得罪你，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民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饶恕得罪你的民，赦免他们的一切过犯，使他们在掳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这个是所罗门在上帝面前的祷告，以后呢果然就应验在这些被掳的百姓人当中。当他们真诚在上帝面前悔改认罪祷告祈求，上帝就带领他们可以重新回到这个圣殿的所在地。第三个讲到是有上帝自己的激励，请各位看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这是上帝激动这个古列的心。第五节，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上帝的感动一方面在这古列那边，一方面也在这些祭司、利未人、族长等等，他们被神感动就愿意回去。第四个呢，就是人的顺服。所以古列顺服上帝，以色列百姓也顺服上帝，那他们就可以回到应许之地。归回之民的特点，第一个我刚刚曾经提过，那是一个宗教团体。被掳的百姓多数已经都在异邦安居扎根，只有这些最少数的近前的信靠神的人归回到以色列，他们具有强烈的宗教的使命感。第二个呢，这些人他们保守自己信仰跟血统的纯正，在信仰上面他们不拜任何的偶像，在血统方面呢，他们跟撒玛利亚人划清界限，
因为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的血统不纯正。那这个当然也就造成后来撒玛利亚人跟犹大人中间的嫌隙啊，就老死不相往来。第三个是这些被掳的百姓遵从律法，注重实践。犹太教呢，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产生。他们注重在会堂的研经，而不是注重在圣殿里面的礼仪。文士跟法利赛人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时候就产生。啊，都是那些最敬虔爱上帝的人。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耶稣常常骂这些法利赛人啊，说他们是假冒为善。那其实这些是后来的发展，就在有一些法利赛人呢，就变成以为说别人喜欢这个样子，他们就装作这个样，但其实里面不是。但是开始的时候，法利赛人啊，都是最敬虔爱上帝的人，他们不管是里面的内心，还是外面的这个衣着等等，都是要显示出他们是敬虔爱上帝的人，完全遵照圣经的律法的规定而活。这个在今天以色列里面都还有很多人是如此。像各位到这个以色列去啊，或者在美国纽约啦、芝加哥啦、旧金山啊，这是三个最大的这个犹太人聚居的地方，你就会看到有一些人呢，头上戴着黑帽子，身上穿着黑色的那个长的那个有点类似礼服这样子。那这个头发这边呢，卷卷卷卷的。如果他把帽子摘下来，这个头上还戴着一顶叫做谦卑帽。这个衬衫呢，旁边还有很多那个穗子。那到了他们祷告的时候啊，他会头上蒙起那个布，额头上面戴着经文盒子，手上还会缠着这个经文的穗子在那边祷告。这些都是真正敬虔的人。他们的妇女呢，如果是已经结婚的，就会用一个网子把这头发就网起来，而且只穿裙子，不会说穿这个 T 恤短裤在外面走的啊。穿裙子呢，这个袖子一定是至少是七分袖啊，会遮盖过这个手肘的。所以像我们到以色列去，那有时候要经过这些他们叫做宗教性比较敬虔的这些犹太人的区，那么导游就会提醒大家，就是姐妹呢，请你们一定穿裙子，弟兄啊，请你们穿长袖的或者怎么样，不可以穿这个短裤啊，经过那边，要不然的话呢，经过那里啊，像有一些那个外国的观光客，因为耶路撒冷那边很热嘛，他们就穿着类似像比基尼泳装那样子啊，就走在那个耶路撒冷的街头，经过这种地方的话，会被人家用石头丢的，因为他们很看重这个。那在那个纽约那边有些地方也是如此。那这些是那个法利赛人他们的后代啊，这些敬虔的以色列人。再有就是祭司掌权，这是撒都该人他们的祖先。犹太人他们归回到应许之地以后，也可能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这些统治他们的国家包括波斯啊、巴比伦，还有这个后来这个希腊还有罗马，都不太愿意见到以前大卫的后裔，就是帝王的后裔坐在这个宝座上面。那么怎么办呢？他们就做一个妥协，把这个祭司家族给抬举起来，所以撒都该人就这样产生。啊，特别到了差不多主前165年，马克比家族起来反抗当时的统治者叙利亚的这个西流谷，那么马克比家族就是那个祭司家庭里面，那他们就成立了一个王朝，叫做哈斯摩尼王朝。那一直到那个大希律之前，那大希律就是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个希律王。那他统治以色列差不多有40多年啊，40-50年，一直到大希律之前，都是这个哈斯摩尼王朝在那边统治以色列地，前后有100多年。那最后一个就是他们盼望弥撒亚的来临，不过他们主要的盼望是，这是一个政治和军事的领袖。所以当耶稣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盼望耶稣能够带领他们抵抗罗马的统治，挣脱奴役，
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但是耶稣告诉他们，他的国现在不在这个地上，那他不是要用这个武力或者用政治的手段让他的国领导，反而是要在人的内心来建立他的国度。那这个是在当时以色列人中间很多人一时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那我们到新约里面呢，就看到比较清楚了。好，我想我要讲的，那先大概就是到这边。尼希米记那边呢，我讲那个讲义上面各位已经可以看到，那我们等一下还有同学报告，那我就不再讲了啊。好，那我们现在就请分组啊，各位来讨论一下啊，以斯拉、尼希米、哈该，还有以斯帖，还有另外第五组跟第六组的同学，就请你们来讨论啊，你要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子教这个旧约历史。好，我们现在就分组。老师好，各位同学好。其他讨论请暂停。我们是第一组，我们讨论的是以斯拉记。我们对以斯拉有一个感想，就是神借着以斯拉有一个很严厉、很绝对的这个一个手段，就是禁止跟外邦人通婚。那也是因为神的心意是希望借着这些人，重回遵守神的律法。所以呢，有时候看起来是很严厉的一些方法，但是是符合神的心意的。那以斯拉也是在跟所罗巴伯他们的这个重点上不一样，就是要重建圣民，就是要教导这些百姓真实的认识神，认识神的律法，能够完全遵守神的律法。所以在跟外邦通婚这件事情上，他有一个很严厉的一个举动。这也就是说，要我们跟外邦有一个完全的分别，是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个是我们的分享。OK， 非常谢谢。我想以斯拉在这边，就 刚我们姐妹讲到，就是教导人过一个绝对遵从律法的生活，让上帝的话语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权威。我叫蔡新妹，很紧张。我们这一组讨论就是说，那个尼希米哈，他是那个修造耶路撒冷城墙，带领复兴。然后他本身他是九正，刚刚老师也讲过，就是说当九正的人，他的品格都是很好的哈。然后在这品格上呢，他也经得起神的考验，然后他以神的事为念这样子。OK， 谢谢。我们在尼希米身上呢，还有尼希米记里面啊，特别可以看到他怎么样子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来带领这个事工的完成。很多人注意到说，他在52天之内就把这个耶路撒冷城墙就修建完成。当然不是说从无到有了，就是把这个破口把它这个修建好。但是呢，他是非常非常有组织的啊，很有建立人，让他的工作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就可以完成啊。这是我们在尼希米记里面可以看到怎么样子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来管理整个教会的事工。各位好，其实我英文名字就叫以斯帖，所以我就要来报告以斯帖哈。以斯帖啊，我们刚刚讨论是说啊，他实在是集所有女人最羡慕的地方都在他身上哈。那么他容貌非常美，不过我们觉得说他的灵性可能应该是比他的容貌更美，因为从很多地方可以验证，比如说他入了皇宫，神要给那个他的王要给他一半的国土，他也没有拿哈。那么从他入宫开始，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喜欢他。那我想这个可能不是凭貌美就可以达到这样子的状况哈。
还有我们要讨论一下说，他说死就死吧，我们就这句话实在是重如泰山哈、哦。因为以他孤儿的出身哈、哦，那有这么多的爱，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那应该是有神在他里面，所以他愿意为他的族人，为他一些跟他没有什么相干的人哈、哦，那做这样子的一个牺牲哈、哦。那在这里，我想我们要再提一点，就是说我们都是蒙恩的人哈、哦。那我想以斯帖在这里也是一个蒙恩的女子，那么她作为神的器皿，那今天如果神要我们作为这样子的一个器皿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说死就死吧？谢谢各位。以斯帖，好像圣经里面提到这些女子啊，都会提到她们比较俊美啊，比较美丽，好像就是都是只注重这边，但是可能我们另外注意到提到这些女子的时候，更加注重的是她们里面的这个灵性。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会注意到，那年轻的时候呢，当然每个人都很美丽啊，那有一些人就是更加美丽，但是到了比如说40多岁50多岁，所以我们看到教会里面一些比较年长的姐妹的时候，有一些人我们很喜欢，有一些人呢我们不一定很喜欢。重点不是在说她容貌的俊美怎么样，而是在她们属灵的生命是不是够丰富，那他们品格上面待人接物上面是不是让人觉得很喜悦很温暖，所以重点还是在那边啊。所以我也想说，上帝给我们恩典，弟兄都包括在内，我们求神呢让我们超越过我们肉体的限制，让别人在我们身上所感受到是里面这个灵性，是我们里面的待人的这个美德。大家平安，我是叶纯真。感谢神恩待我们哈，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圣下在这边受教哈，能够学习玛利亚在这里安静的学习，也谢谢老师恩待我们。那我们看哈该书哈，在这里哈该他责备犹大人哈，迟迟不见殿，他说是百姓说时候尚未来到。但是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那他要我们省察自己的行为。后来他们勉励他们，上山取材，上山取木料建造哈。那后来百姓还是听从了，而且都存敬畏的心哈，因为神与他们同在，激动他们的心。来建神的殿啊，努力的来做工，在这里也勉励他们能够刚强哈，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不惧怕，那这个殿就建起来了。在这边呢，也提醒他们要圣洁哈，当我们不洁的时候，我们诸事就不能够顺利哈。在这里我就想到说，教会是神的殿哈，那我们的身体也是神的殿哈，我们真的是要在神的灵的激励之下常常能够自洁，同时呢我们要上山取材建造哈，来亲近神哈，那要付上代价哈，那就能够靠主有喜乐和荣耀。那在这里我们每一位学员哈，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非常的有福哈，能够当有感动的时候就来上山取材建造自己啊。我们真是求神怜悯我们，也圣灵能够常常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真是常常能够在神的面前来省察自己，能够靠主刚强，而且能够很喜乐的来建这个殿哈，重建圣殿。感谢神，非常谢谢。以色列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或者是因为已经习惯了没有圣殿，或者因为说我家都还没有顾好，我怎么来顾到这个圣殿，或者说我们受到敌人的拦阻就心灰意冷，或有人讲到说你看这个圣殿这么小，跟所罗门那个不能够比，不管什么原因他们就是停工下来了。这个时候好像是他们信心
都已经沉到谷底的时候，原先满腔热血回到耶路撒冷来就是要建造圣殿，现在呢反而就没有办法完成，自己也会觉得很灰心。这时候呢，有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起来登高一呼，激励百姓，那人就立刻被激动起来啊，就重建圣殿，很快就完成。我想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难免也会碰到一些让人伤心挫折的事情，或者信心就软弱了，或者爱上帝的心也冷淡了，需要有一些人呢就起来鼓励这些弟兄姐妹，还可以重新回到上帝面前。任何时候回到上帝面前应该都不算太晚的啊，只要是愿意回到上帝面前，上帝就要加上祝福。一人之家郭成威，我们这组呢讨论的结果我们大概分以下几种方式哈。一种是不是旧约整个教，那如果旧约整个教我们的一种方式是大概在两三个月中间哈，对于圣经有些基础的这些对象呢，我们用这个图表的方式，就是像这本里面的那个研读手册里面的这些图表，那用这样的方式，那让他们对于旧约有一个整体比较清楚的了解啊。那另外一种方式的话呢，就是我们用那个每本书每本书的这样的教法，那这个对象呢我们就分成几种哈，一种是比较没有查经习惯的这些的人呢，我们就用人物查经的方式啊。那这个人物查经的方式中呢，我们也蛮重视的，就是说我们的顾客是谁，也就是可能是小朋友啊，可能是青年，或者是教会的同工啊。那针对这些不同的对象呢，我们查的方式呢，人物查经的方式，除了神给他的指示啊，他在那段书上的他的重要性之后呢，比如说对于一般的人的话呢，我们就是最后一定要有一个蛮重要的我们需要让他跟他检讨的，就是比如说有的是对于是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啊，就这些人对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是什么。那如果对小朋友的话呢，我们就采取比较故事性啊，让他们对神更有信心。那如果是教会同工，我们就特别强调他是培灵跟这个服事啊。那在准备功课这方面呢，我们要考虑到就是要让我们的顾客永远经常的能够来上课呢，我们就会替他们做很多服务，我们要印讲义啊，这样子，我们会出功课啊，可是我们不考试。谢谢。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会希望说，我们用半年的时间在教会的查经班，每次以每个主题以四个小时来进行，然后在四个小时，但是是因为可能一个礼拜只有一次嘛，所以是两个礼拜完成一个主题，然后在这段期间里面，就是可能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比较有时间可以好好的阅读里面所圣经上所记载的一些事情。那当然最重要就是在课程的前面，可能就是纲要部分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可以指引在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可以注意到说有哪些重点，所以在课程进行之前先把纲要给那个参与这个课程的弟兄姊妹，然后呢还有讨论的主题。如果说我会觉得说讨论的主题蛮好的，所以在每次的最后一次课程的时候会进行一次比较长时间的讨论，针对这卷书来做长时间的讨论。那讨论的题目也可以在之前就先给，回家可以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准备。那另外的就是觉得像我们这次所用的以色列中览的手册，我觉得说在里面的作业有些部分很好，但是因为我们自己在作业的时候可能有些回答或是有一些答案我们会觉得说蛮主观的，那如果说有一些时间可以用来讨论的话也很好。所以如果说在进行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在最后的讨论时间呢，让
大家一起来分享在写作业的时候一些心得，或是说他的过程啊，这样子对大家的帮助会很大。谢谢。非常谢谢。请各位回去以后啊，就找你教会的牧师，跟他说我已经在华神上过赖老师的旧约历史的课程，赖老师说请我跟你讲，让我有机会在教会里面可以教旧约历史这样子的课。如果他就答应了，那你就教了。第一次教如果还不够满意的话，就再跟牧师说再给我一次机会，再次去教啊。求主呢赐恩给每位弟兄姐妹，我们自己领受了，那你发现到说你后来长进最多的就是在教导弟兄姐妹当中。那我们教导弟兄姐妹，让他们喜欢上帝的话，对上帝认识更丰富，他们整个属灵生命也都会更加成长。好，我非常谢谢各位来参加，那这两个礼拜大家辛苦了，那个求主赐恩带领每一位继续的学习跟长进。好，就请各位在跟你旁边的人一起祷告，然后就结束。好，谢谢各位。